桌外，你才来抱怨，什么的情人节，什么浪漫，什么惊喜都没有的。还好在今天这特别的情人节，给你特别的惊喜，希望你会开心。洁白的婚纱，手捧着鲜花，对你的想法。那个在今天情人节这个日子哈，要特别给你一个惊喜。在今天特别的日子，也要真的非常感谢你。然后也提起勇气，然后在短短的还不到一个月内，就是秘密的进行，然后把这个事情完成。对啊，然后也希望说你会开心。老婆，谢谢你哦，我会永远爱你，谢谢。Oh my love，咱们结婚吧，好想和你拥有一个家，这一生最美的梦啊，有你陪伴我同闯天涯。 Oh my love，咱们结婚吧，我不用一生去爱你的。祝你婚姻幸福，谁都放下，给你婚纱，手捧着鲜花，美丽的像童话。我是拉丁的。想起那一串。哦，这样帅吗？我要出发了，你等我吧。在一起就分手，丘比特轻轻飞过月光下，潘多拉她听到了回答，每当钟声在敲打幸福的密码。心的小窝，陪你听书。
天的路你不知该往哪儿走，就留在我身边坐落让我好不好，我不够宽阔的臂膀也会是你的温暖怀抱。一万分欢笑，一个简单安心的笑我，陪你日出，陪你日落到老。老婆，昨晚你才在抱怨，哼，什么是情人节，什么浪漫，什么惊喜都没有的。还好在今天这特别的日子，情人节。给你特别的惊喜，希望你会开心。从我们认识开始，你总是轻声细语的说话，细心替我分担我的琐碎的事情，在家里也是默默的付出，替我在家里帮忙做儿女就有的孝道，不求回报。对于小孩细心耐心的照顾，对你我只有一句话，非常感心，谢谢你包容我的固执，大男人的坏脾气，总是你低头。在这里，我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我爱你。能够遇见你是我最幸福的事。记得第一次我回新民阿公家的时候，阿公跟我说了一句话：“你有爱好好啊，正喜欢通啊。”哦，在这边我跟新民的阿公讲：“阿公，你放心。”哦、我一定好啊，正常风啊、哦、然后在这边我要特别感谢廖小婷的我也下手一镜头小婷挥手、哦、因为真的是因为他我才会认识、哦、西瓜、哦、在这边我要跟小婷说声谢谢，虽然我把你从小到大的闺蜜抢走、哦、抢了你的枕头，盖了你们共有的棉被，但是请你放心，在这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以前最担心的傻妹妹，请你放心，在这特别的日子，我也要感谢在场所有的老板跟好兄弟，哦，还有我的家人能拨空参加，哦，因为今天是情人节啦，你们要去过日子，然后结果被我带来这边还跟我玩，还没吃饭，真的谢谢你们，哦，然后谢谢你们替我打气，跟我在这边陪西瓜过情人节。我也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做我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，哦，但是我做了，就是在大家面前请求你一句话，你愿意让我照顾你陪伴你走完你这一生，你愿意吗？愿意嫁给我吗？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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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们先哥拿出最大的诚意啊，不是只有婚姻要不要嫁给我，来表示作为女生永远的肩膀。亲爱的我，发现你为什么会想到你，到底是哪里的心，到底是哪里的心，真的知道有永远可以被所有人羡慕，谁在寻找你。
希望他能够幸福快乐，我也希望吴志森能带给他幸福快乐。我希望未来的日子，他们真的可以过得幸福快乐。谢谢你们大家的参与，谢谢你们。谢，今天真的是还蛮开心又很惊喜，真的是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一天就这样子到来了。对，谢谢大家这样子，真的很感动。对，然后就是真的还蛮多，听到他的一些跟我说的话，还蛮多的感触。那他今天的心真的很感动，然后更让我觉得他改变了很多，对，是真的改变了很多。那也很开心，那看到这么多朋友来现场这样的祝福，真的也很开心。对，这也是谢谢大家这样子的祝福，那也很开心得到大家的祝福，就是也是很谢谢你们参加用这些工作人员，应该说工作人员吗？应该说好朋友比较平安，就是谢谢你们这样子精心设计，一路进来就看到好多西瓜，就是会那种感触，就是特别开心，特别兴奋，对，然后都还来不及。就是那种精心的设计跟装扮，真的是很想要，就是自己还蛮想要拿手机去拍一下，可是来不及了，被人家拆光了。对，然后就是谢谢你们大家，真的很用心，真的，你们的那种就是所有装饰的东西，然后还有设计的东西，然后就是所有东西，就是让我真的很开心，然后也很感动，就是。他准备了那么多，然后你们协助他这么多，谢谢你们大家，对，爱你哦。